哎，对了，老二，我最近又给你相了个对象啊，你抽空去瞅一眼去。咱俩出一点，这事儿就划掉一点。你吧，本来长得就不像个好人，哪个女生能喜欢？在这犟脾气，除了我之外，哪个男的受得了你？你以后出去少给老于家丢人就行。你得让他感受到你的爱，爱心。那，这就完了，就抽这么点儿，这不是献爱心吗？这不得多献点吗？给我整个大袋的。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你都说我要帮你。玉倩，咱俩处对象吧。腿抽筋儿，缺钙，一天两片啊。神经鬼大的。好，新年快乐。你不是答应我不打架吗？我不想干了，把我钱还我，咱俩打。不嫁了，你妈可替你把饭做好了。你是喜欢大海，咱去找个有大海的地方，远走高飞。